哎，你知道吗？公司新签的代言人是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大明星。很像？你俩长得跟双胞胎一样，不过人家比你。Brave girls， 来了！你的美，一群穷鬼，礼物不买还好意思要钱？宝贝啊，欧氏集团总裁还在等着迎接你呢，他可是圈里赫赫有名的黄金单身汉，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！放心吧，交给我吧。欧总，请多关照。欧阳，合同准备好了，可以签约了。是你。他俩长得好像啊，他们不会是双胞胎吧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欧氏代言人琳琳，这是项目负责人佳佳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好久不见啊，姐姐。你这次来是想跟我重归于好吗？你做梦！你以为我还是五年前的佳佳？啊，亲爱的姐姐，我不仅让你身败名裂，我还要把你的东西都抢走，包括你的男人。哼，我的好妹妹啊，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，我会连本带利的套路的。不过是一个五年前被赶出家门的废物，以前你斗不过我，现在照样输给我。不好了，拍摄现场出事了。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对不起琳琳姐，我只是……滚开，我现在不拍了。姑奶奶别呀，你不拍了我们怎么跟佳佳姐交代呀？那算个什么东西，想让我拍可以啊，你还不会在这儿求我。非不可抗力因素罢拍，记得准备好七位数的违约金。你敢？别在这儿给我发疯。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张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演员不好，快跟张总道歉。张董，真是对不起呀、啊！这个长相和气质倒是跟佳佳有个气氛像了，想道歉是吧？那不如咱们找个地方慢慢道，不然这个项目出现了问题，谁来负责呢？对吧，佳佳？我这个人一向怜香惜玉，你们谁把这两杯酒都喝了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张董，我也不希望你们姐妹花喝这么多，那不如今晚就陪我。好，不愧是欧阳的得力助手，佳佳，你果真气质。张董，佳佳，欧总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有失远迎啊！怎么还不走？都说随便应付一下就得了，怎么还没结束？来啦！明明是双胞胎，长相也一样，你怎么连佳佳这个都不如啊？哎，是不是很想除掉他？我可以帮你哦。一个秘书需要天天的抛头露面出去谈生意吗？谁知道是不是出去勾引男人？妈，你不能这么说佳佳。我说错了吗？阿姨，我还要工作，先走了。哎，佳佳。哎，儿子，工作他的工作，还有我儿子的身体重要啊，分不清主次。就他还想做我们欧家的儿媳妇。妈，佳佳也是为了我。我不想听这些。这个是妈妈特意给你熬的养生汤，喝了吧。好好，我喝。慢点喝。好喝。儿子，妈走了啊，好好休息。妈，知道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哎，宝贝儿，哥哥还好吗？汤都喝了没啊？那当然，那是妈妈亲手熬的汤。走，那就好。剩下的交给你，别忘了我要的东西。佳佳姐好。佳佳姐不是刚走吗？佳佳，欧总，不是佳佳，欧阳，是不是你？给我滚开！欧阳，你看你这么难受，我是可以帮你的，而且你看我长得这么像佳佳，我。哥哥，我跟姐姐，你看哪一个啊？那我必须用行动证明给你看。姐姐，我在房间给你准备了惊喜哦。好，林林，我等不及了。
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姐姐，我跟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请你成全我们吧。林哥，这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对不对？佳佳，还想嫁给我的话，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吧。我沈佳佳不是什么垃圾回收站。哥哥，姐姐肯定是一时气话，我这就去跟她解释。啊！姐姐，你跑什么？我准备的惊喜，你还满意吗？沈琳琳，那是你姐夫，你怎么能……我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是说过要把你的东西都抢走吗？琳琳，沈佳佳，林哥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推的他。琳琳可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也下去手。林哥，滚开！琳琳要是有什么事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小姐，您的长岛冰茶。好了，佳佳，这些都过去了。为什么每次我以为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破坏这一切？这次你有我，沈琳琳，这次我一定会守住我的爱情。你没本事留住欧总，凭什么听到我要代言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欧总知道是不会同意。说什么呢？欧总，姐姐吃醋，我们关系好，现在想瞒着你把我的代言都停掉。你说他是不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？是我受益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来提醒大忙人该吃饭了。等一下，姐姐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姐姐，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欧总，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呢，我的好妹妹？是你不把欧总让给我的，就别怪我。人交给我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把他找来了？这不是我们计划好的吗？你心软了？关我什么事儿？欧总要知道自己的亲妹妹为了争家产。管好你的嘴，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是谁啊？你别过来。林格，好久不见，脑子还是这么不灵光，又被他算计了吧？是他让你来的。猜对了一半。我的小未婚妻还在外面乐不思蜀，忘记自己还有一个未婚夫了吧？你走开。那个男的哪里比我好啊？放开他。欧总，久仰大名，我是佳佳的未婚夫。哎呀，饿死我了。佳佳。嗯。我去，公司要举办舞会，我帮女朋友早点进下。你看我有机会吗，女朋友？我的未婚妻自然要选我。大型练修罗场。我先走了。我都好久没跳舞了。我教你啊。怎么是你啊？当然是来找我的小未婚妻啊。我们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我现在喜欢的人不是你。不试试你怎么知道？林格，佳佳，欧阳，你听我说。游戏开始，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欧阳，你放开，弄疼我了。我不喜欢看到你跟林格说话，更不喜欢看到你跟他跳舞，他凭什么出现在你的身边？你是我的。你喝酒了？是啊，我喝多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吻你。